这个标题也是下的蛮匪夷所思的，我说的是雪茄工人听故事，那我没有打问号，表示是真的。 我懂什么叫做下标题，如果今天有讲的是不太确定的事情，加个问号，确定的事情不需要加问号。所以你看到这边就有、哦、雪茄工人啊，然后这边有一个家伙拿着一个、哦、东西在读，这也是一样，拿着一个东西在阅读，这也是一样，拿着一个东西在读，这样子。那这什么概念？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真的是这个古巴的雪茄工厂、哦、所以我们读一下 ,In a Cuban cigar factory around 1900,hired orators would read to the workers as they toiled away. Due to the high illiteracy rate among the employees, these lectors were brought in to share novels, poetry, and news articles chosen through a voting process. 第一段结束。所以这的确是在这个古巴的这个雪茄工厂，那雪茄的英文就叫做 cigar。那一般的抽的那个纸烟呢、啊，叫做 cigar。那更不要说现在抽的电子烟 vape 这样。好 ，anyway， 所以1900年左右的时候，所以请来的这一个 orator， 那 O R A 开头的字往往就是跟嘴巴有关系，像 oral 这个字就是像我们讲说口说、哦、口说报告、口头报告 oral presentation， 那口腔检查、哦、oral examination 之类的，所以 oral 这样子 OK。那 orator 就是用嘴巴讲出东西来的人，一个这样子口述者之类的。好，所以被请来的这个 orator， 然后他们就会对着这个工人们阅读 ，would read to the workers as they toiled away。所以当他们在努力工作的时候，有人读东西给他们听。所以这里的 toiled away 就是在讲努力工作，简单的说 ，OK。所以我把稍微也算是这个笔记记一下 ，toil 这样子 ，toiled away。那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不识字。不识字啊，所以 due to the high illiteracy rate， 所以 illiterate 就是不识字 ，OK， 名词 illiteracy， 所以 due to the high illiteracy rate among the employees， 所以这些 lector， 好，就很像 lecturer， 那我们可能一般来说 lecturer 这个字就是上课，好，讲一堂课这样子，那 lecturer 就是讲课者这样子，讲师。那他这里改成了 lector， 可能不太确定是不是那个西班牙文的说法或之类的。所以总之这些 lector 呢就会被好、哦、请来，然后来分享什么呢 ？novels、poetry 以及 news articles。所以 novel 是小说 ，poetry 是诗词，以及就新闻，好、哦、一件一件的，然、哦、一就一则一则的新闻故事 news articles。那怎么选的呢？他们投票选的，所以这些东西是 so these things were chosen through a voting process。所以他们可能还可以投票说我想听什么这样子。好，然后呢，接下来看第二段，他说的是这个传统是来自1865年开始的。So this tradition started in 1865 as a means of keeping workers entertained during long hours of monotonous labor。 好、第一句，第二段的第一句，所以这个传统开始于1865年，没问题。那它就是当成一个手段，一个方式，所以 as a means， 所以这里并没有拼错字。这个 mean 这个字当然意思不止一个，它可以是表达什么什么东西，说 what do you mean 啊，动词。那 you're a mean person， 所以 mean 这个字也可以表达是坏的、不好的、有恶意的啊 ，mean intention 这样子。好，那当然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加了 s 的时候，它变成一个名词，那它的意思就是。方式、方法之类的，所以这个东西开始于1865年，当成一个方法，什么东西的方法呢？就是让员工们一边工作，还一边有这么一点娱乐。好，所以 keeping workers entertained， 所以 entertainment 是大家比较熟的名词，那它事实上是一个动词 entertain， 那还可以变被动的，所以让他们呢保持被娱乐的状态，就在这个很单调的工作里。那单调的工作 ，mono 这个字 ，mono 这个开头多半就是单的这样子。tone 这个字你大概也算熟 ，tone 就调性或之类的，所以单调，哎、欸，这个中文我都在想，这个中文是不是事实上从英文字来的哈？但这我就不知道了。所以 mono 加个 tone，monotone 就可以翻译成单调 ，OK， 好，单调。那把它变形容词，它的重音会变到不一样的地方去 ，monotonous，OK。Okay?不是 monotonous 不是 monotonous， OK， 所以在这个 long hours of monotonous labor， 可以。So the lectors were chosen based on their exceptional pronunciation
and oratory skills, and they could earn a decent wage if they were well liked. 好，所以他们是他们怎么被选的呢？所以就立基于后面这些条件，他们这些人被选来好朗读这样子。So they were chosen based on 他们的这个 exceptional pronunciation， 所以发音得非常的棒这样子。Exceptional 通常就翻成杰出的 pronunciation 发音。以及就是口述的技巧这样子，哦，朗读技巧 oratory skills。然后他们薪水也不错 ，they could earn a decent wage。如果他们被大家喜欢的话，所以这个被喜欢真的就是一个被动的结构。If they were well liked， 被喜欢，看得懂哈 ？OK， 好，所以你在学校人缘好像不好啊，你在学校好像没有被大家 well liked。So he's not somebody who's well liked， OK， who's popular among people。好 ，Anyway， 然后呢，就是要是他这个朗读者表现不好的话，好不受欢迎的话，还会被大家投票或者被大家给这个 petition 翻译成什么东西啊？有时候我的中文真的转不太过来，被大家提案这样子，好被大家 petition 说啊，这个人我们不喜欢，把他踢走吧这样子。So however， unpopular lectors could be dismissed through a petition。好，有时候 petition 也翻成请愿之类的概念，这样子联署之类的。好 ，anyway， 好，所以后来呢，到了1920年以后，这个专业就不见了。好，你可以想象为什么吗？事实上，就脑袋动得快的观众们应该非常清楚， 1920年之后，什么东西出现了？啊，广播机出现了。啊，广播电台啊，听广播就好了，请一个人来干嘛？听免费的就好了。所以 the profession eventually faded out in the 1920s with the advent of radio broadcasting. 好，所以有的这个 advent 就是什么东西的出现。OK， 随着这个广播电台的出现 ，with the advent of radio broadcasting， 好，所以它就没了，太遗憾了。好，或许他们可以另外在广播电台找工作也不一定。不过你看工厂那么多，这么多人去朗读，但是。这个广播电台一个工作可能就只有一个，所以这算是一个被时代淘汰掉的一个工作了。Well, that's life. 好，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